开还是好？开好还是不开好？开个黄光啊！嗨，凌晨好，没有想到居然玩了这么久。想到十点钟就要排练了，我就更开心了呢，哈哈。开心的同时又焦虑了。没有，安然到我们这边玩了。我们去跟丹妮玩，然后丹妮给我们做了土豆吃。叫什么土豆糕，好像说是他们就是深圳叫什么土豆什么东西，我忘记那个音怎么发了，然后就是那种切片然后炸，救命，就是很土豆是碳水，油也是碳水，然后就是双重双响炮，脂肪双响炮糕，反正不是那个发音，好像是叫什么，反正他给我们举例子，就说炒河粉不叫炒河粉，叫炒果条。对，然后他说那个就是叫土豆果吗？我不知道那个音是怎么了，忘记了忘记了，还蛮好吃的。还有他妈妈寄的一个辣椒酱也蛮好吃的，搭配起来很好吃。谢谢 Samna 送的一个兔兔，谢谢曾氏好吃送的一个兔兔。吃的开心的同时又开始焦虑，每次都这样。我今天非常放肆，带着安然东吃西吃。吃了微博发的那个，还吃了我们中心这边的一个甜品店，然后又去丹妮那吃了，然后还买了面包，就推荐的都买了，什么鸡翅，还有一个是哦，是安然送我的，当时本来在给丹妮选，结果当时就是我说感觉不知道买什么，那买五火香薰吧。然后我就在帮丹妮闻嘛，我说他应该就可能会喜欢这种味道吧。然后我说这个不错，这个不错。然后结果安然给我也带了一份，这个100多。就五火香薰，今天就点起来了。然后再分享一下我逛街买到的这个，Bed Market， 一双紫色的袜子，一个哭脸的紫色袜子和一个手机气囊支架，这个上面写的日文就是明日からまた頑張ろう。就是明天再努力，很适合我，有没有？明日からまた頑張ろう，很碎，那个很工地，对不起，但是能理知道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只读得来平假音和，对平假音，有些汉字能懂。然后还有这买的汉堡，一个是 GC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这什么普什么东西玩意儿，就很难不买呀。买了一个可露里，被我咬了一半，就是看一下可露里，然后给那个安然也买了两个不同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是杏仁可颂。
我真的，如果让我逛面包店，我真的很难很难忍住不去买。我只能说，只吃一半是因为我们有别的要吃。虽然我现在很想把那剩下的一半吃掉，然后还有就是啊，这。幸好它切的不是很碎啊，就是一个，这个是什么来着？咖喱法棍。我真的很，我真的不能，我不能出去逛街，我一逛街我就会买。很容易吃多一些。薄荷鸭吧，虽然我还没吃，看着挺好吃的。鸭鸡大狗，逛街的意义当然是买很解压，但是买的时候发现没有钱，那就不解压。然后买了吃了之后发现体重涨了，你也不解压。唉，开始焦虑，可恶。啊，团子大家族开始哭起来。我的歌播到了团子大家族。赤ちゃん団子は幸せの中で、我厕所放了一个香薰，在客厅也放一个，没有客厅，在房间也放一个。买的是这里，很单纯，走路散步。振ってみたいよ月様。我们这次逛的是 K 十一那个店。全部流れて。为了让自己能买、能花钱，就要赚钱。加油赚钱，加油工作，要工作。安然说我是塞纳河的利路修，没有毛病，我只是说，而且我还要再负能量一点那种。我去，怎么拆啊？性转利路修，虽然我不是外国人，性转利路修，性转负能量利路修，嘿，干什么？怎么整？不搞了。利路修就是哪一个来着？创吗？然后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营业很不积极嘛，好像顺时针将红色凸起封条撕开，顺时针，我要抠它。OK， 并打开瓶口内塞。哦，放入一根藤条。哇，确实蛮香的。我喜欢这种淡淡的味道。味道浓度看是否要增加藤条，增加越多，藤条越多香味越浓，挥发速度加快，可翻转藤条让香味持续。不想使用香氛时，可将藤条取出放回牛皮袋。
放都放了，那肯定。我靠，好香！嘿，不错，是我喜欢的香。叫雪松森林，这个是无火香薰，不用点，它就有味儿。我厕所的也是那个 MINISO 买的无火香薰，哦，好像之前拍了照的给你们看过。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今天想去买可露丽，是因为四月是你的谎言。然后我就跟安然讲这个事情，然后发现他居然以前 Costco 公园熏，谁不喜欢小熏呢？考虑雅克大雅克。我喜欢这种刘海的长度，有一点遮眼睛，但是没有完全遮住。啊、哦，好香哦，好喜欢。四月是你的谎言，我都用播音腔告诉你了。四月是你的谎言，够标准了吧？这个普通话标准的不能再标准了。热血燃起来了，贼好看，那个叫什么歌也很好听，没有人不喜欢。 Nobody 来放一首四月是你的谎言歌，我以前贼喜欢。哇塞，那个唱那个 Seven 感叹号感叹号，就火影有一首歌，这个乐队就 Seven感叹号感叹号，然后他也给四月是你的谎言有歌，他最火的歌还是他的 OPE 叫 Hikaru na Hikaru 什么来着。哦，这个手机没有日文输入法，那就直接搜四月是你的谎言。君だよ君の Hikaru なら，能变成光的话，很火的这首歌。这个乐队当时也很火，叫 Goose House 俄乌，他们的歌都很好听。雨上がりの虹も、凛と咲いた花も、色づき溢れ出す。茜色の空、青く君に、あの日、恋に落ちた。瞬間のドラマチック、フィルの一コマも、冷えないよ心に、刻むから、君だよ君なんだよ教えてくれた暗闇も光るなら星空になる悲しみも笑顔にもう隠さないできらめくどんな星も君を照らすから就是这么一首歌。俺是重庆人。やだらと突き刺さる。看的漫画是这么牛，好像是他原作是漫画，我就看了结局漫画，别的都是看动画，主要是为了听歌。哥萨斯的歌很好听的，给你们强按头安利。紅茶に溶ける瞬間のように全身に見えくるよ。君の声、君だよ君なんだよ、笑顔をくれて。好好听的他们的歌。
そのでもお客さんないで未来も取れた空にだから出くれた光は君だよ釣られて僕の不思議しか。哇，我头好多汗啊！算了，等会直接洗脸了。其实感觉今天带妆很久，但又没有很久，下午才化妆，也是有个12个小时吧，可能11个小时。没有，不是他们。另外一首歌是唱过火影的，但他们没有。谢谢空有不二送的一个荧光棒。星空になる悲しみも笑顔にもう隠さないできらめくどんな星も君を照らすから答えはいつでも偶然必然いつか選んだ道こそ運命になる握りしめたその希望を不安もきっと二人を動かす光になるから还是蛮难唱的啊，我喜欢这种合唱的感觉。谢谢曾氏好吃送的一个兔兔，家庭教室我没有看过。哦，他们叫 Seven Ops。哦，原来那个感叹号是 Ops。这首就是唱过火影 OP 的人那个组队，那个乐团。对对对，我和安然去找安妮玩了，好玩，丹妮很有趣。我们还一起玩那种占卜，然后就测出来丹妮是最是近期能带给我快乐的人。抖音背景确实是个白背景。对啊，早上10点要起来排全员。谢谢冒险送的一个秋天奶茶。对，我超级喜欢说确实。然后有很搞笑的一个，就是丹妮有时候会说哪个吗，就是伙伴，他说日语，但是我和安然每次要听成老干妈，然后我们俩都要反应2秒钟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哪个吗。我们的然后安然先提出这个事情，我说我晕掉，我也以为是说的老干妈，很搞笑。安然是长期什么雨上がりの空のような予防燃えるような君の笑顔を覚えている、思い出して笑顔になる、きっと二人はあの日のまま無邪気な子供のまま巡る季節を駆け抜けていく、それぞれの明日を見て。是他长期在上海，他只是这边，他只是在这边拍摄而已。他说这边便宜。但是广州很卷，想了一下确实内卷，我的粉丝们经常比拼谁返图更快。Sola 刚关直就是公演完刚关直播，我的当天的返图就出来了，笑死了。一号不去，虽然很想见识一下洛丽塔皮肤的安然，但是打算就是去干别的，定了一个计划，但是那个计划的本人
还不知道，因为那个，因为10月1号是我和小鱼的那个出道日嘛，我的重新出道日，他的出道日，所以打算，反正假都请了，要不就出去玩吧，去哪里逛逛、吃饭这种，然后回来看要不要录点什么东西吧。对啊，安然是谢安然，返图一个比一个快，确实。返图次量也没有啊，在重庆的返图也很多，虽然大家会就是没有广州粉丝但返那么快，但当时我的返图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很满意了。也是出了不少精美的图的，虽然说当时因为很胖，所以哎，我真的现在看以前的视频，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前怎么看起来那么有自信啊，虽然也没有很有自信，但是看着好有自信，我好羡慕。对，延期了，广州没有漫展了，现在看什么漫展啊，来星梦剧院，真是无语了。哎，星梦剧院还能开吗？我天天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想干了，别开算了。但想了一下，不开的话，我又没有钱赚哈，不好哈。经常会有这些就是自暴自弃的想法，就是不想工作的一些想法，经常会有这种。然后起床开始准备点吃的，放点音乐啊。舒服了，感觉来了，那种。都说了，也是自己起床的一些抱怨而已啦。难道你们说你们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抱怨过工作吗？难道你就是天天工作，我爱工作，我爱工作，我好爱工作，我天天都要坐在这个办公室，我天天都要面对这个电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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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我要加班，我要上班。难道你会这样吗？你是个正常人。对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天天在想，我真的需要这份学历吗？没错，我真的需要。就像我现在一样，我每天醒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没错，我真的需要。对，不要叫我玩，我的工作很多的，我的工作做不完的，不要叫我。你不能指挥我，除非你是那一个可以给我发工资的那个人。剧场是正常开的，我只是说打个嘴炮而已，自暴自弃，天天自暴自弃，不要相信我的话。我跟你讲，我学校，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嘴炮开的太过分，被学校差点要求退学的那种。就是为什么要认真呢？我只是打嘴炮而已。难道我经常说我暗杀我粉丝，我真的会去暗杀吗？真是。虽然我嘴挺贱的，但是我的三观还是有的，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是知道的。那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经常唱那首歌，为什么小书包我去炸学校，难道你真的要去炸吗？这不就是开个嘴炮吗？对，下午的咖啡探店是和安然一起的，好喝，我喝过，我就是因为喝过喜欢我才安利给他，安利给安然，就是那个暴城美式M stand 的，然后我就尝了一个感觉当场喝会比较好喝的一个曲奇拿铁，哇，那个曲奇啊，好甜，是吧？不是不是不是，是我先打嘴炮，然后学校认真了，然后他觉得我真的是这样，所以要说我就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我要我退我学长。很多粉丝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什么？哦，你说暗杀是吗？那是，原来我有些粉丝消失了，就是因为已经被我暗杀掉，是吗？我是那个 Face Zero 那个叫什么剑童音是吗？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就出去杀人了，是吧？笑死了。去学了工程爆破，正要那个，哎，死亡笔记，哎，快看快看。我的吊坠
就是死亡笔记。小心点啊你们。我可是要死亡笔记的。它里面是个闹钟，是个时钟，笑死。给我小心点啊你们啊。我以前说是小本本啊，但是这次我真是真的有个小 mini books 啊 mini book， 小心点啊哥们。什么 Death Note 是呢，手写感谢爱你，不错，给我小心点了。小心点啊，我可是有死亡小本本的，给我小心小心。后来我发了照片，我才发现我咖啡喝到这儿了，尴尬死了。问题不大。This is in my heart。我和安然今天穿超粉。BGM 是炮姐的《某科学的超电磁炮》，这是第几季的？可以看看。Level Five 加。加起来头，我这个英语练的有那味了，是不是？现在有时候搜索笔记就得打黑色小本本。哦，屌，就是被禁了是吧？然后想找动画看就得黑色小本本。还好不是实名，连那个不是实名吗？那个不是实名吗？五行缺水，魔术，哦，魔术是什么？我那个看不下去，我还是喜欢看某科学的超电磁炮，还是喜欢看炮姐啊。确实确实，我也觉得。我还有别的吊坠，我跟着那个骷髅的那个手一起买的，有一个 switch， 真的是一个 switch， 这么小。这么小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日本刀，贼大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搭。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像时钟的那种沙漏，它是可以，它是 3D 的那种，但是你放在这里，它就是直接贴上去，它不是 3D 的，它是平面的了。然后它还很短，它可能只到这儿，就很丑。两本笔记，对不起，我没有看死亡笔记。还没有看，我现在是被安然按头安利。他说，如果你一焦虑，你就想，比如想安然安利了《蔷薇少女》，还有那个什么《Another》，你一焦虑你就想这个事，你一焦虑就想这个事，你就先去把那个看了再说。好好一个转移注意力。他说 Another 很有点可怕，让我找一个人一起看。我说我不信，能有寒蝉可怕。这什么歌？随机到了一个。妈呀！搜到一个老歌，不是一个概念。他说很，看完你会觉得很痛。很痛。应该就是死神来了那种吧，各种死法。为谁而唱？看见雨，看见太阳，地重负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
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飞翔。想，突然有点怀念张淑瑜唱的《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离君子不痛快。对啊，张淑瑜，他声乐课唱了这个，很好玩。那他可能他应该已经睡着，他应该睡觉挺早的，早睡早起。他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谢谢 SD7 送了一个花前月下。天啊，我只有在这个直播这个点直播才能遇见您。我的一些观众睡了，一些观众醒了。尊称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睡前收到直播消息，笑死。不错，我本来我在楼下就是等安然打到车我再走嘛，然后他说你这样的话直播时间会不会太晚了，我说也不差这几分钟，都已经很晚了，要不是明天要排练的话我估计怎么办，我感觉我关了直播我会焦虑，我会唉怎么办，谁来救救我。总之能给自己找借口焦虑，还能睡多久，不睡了哟，打完巨出。你都不上班，不上班的吗？不行，我没办法，不想。哦，能进倒是能进，只是会记录，就说啊，这个人多久进来了，多久出去了，这样。立马放假，啊，跟我一起通宵。明天就，可乐可乐大哥。明天就排三首大歌，完了，我现在听什么歌我都会焦虑。课太少了还焦虑，无语。对，排十一的，排扩报的，还有那个国庆全员，就是一二号的。今でも誰なんだ一人とれ。哦 ，EDL 什么意思？我知不道 ，Deadline 好。我一直会想到什么滴滴我。
什么 CPDD 这种。当然我不搞这种啊，就是会想的人，你是为就是一些摩斯电码那种缩写，真的是缩的不能再缩，是打不来字是吗？算我自己也打缩写了。想起之前有一个什么新闻说拒绝缩写，然后一看他的微博内容 YYDS 永远地神都三点了，哎。要求不高，但还算挺高的。唱的有彩姐这么好，这辈子也就值了。这是早安旗下一个组合比较好听的歌，但是他的评论只有13。很小众 ，juicy juice 等于 juice。可能还没有改，来人能唱的吧？好难过啊，也不知道在难过什么，但是有点难过。背景この毛が开始一了啊。背景この手紙読んでいるあだ。ど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のかだろう。僕には誰にも話せない悩みの点あるのです。未来の自分に当ててかれたりなら。唱不来，算了，下一首。唱点能唱。我晕掉，翻唱的这首歌。打扰了。Just friends， 都是我喜欢听的，但是我。Lady White Uncle 好听，但是我唱不来，烦。这个很嗨很嗨，就是对刚刚那个什么 Hi Ken Kono Tegami 有中文，但我忘了中文叫什么。哦哦，一个色调都是有就都妈妈啊，那你们干嘛好了。这首歌是也是讲偶像的。就都我没得时间去等了三十岁。没资格的那有你够。商店街路地没得个。あなんだかドキドキしちゃいそうだ。不意に風が吹いたらそうだかとぶるくつ。せせんだがなにじょものうのうざそびまちゃいたおかす。散財だなやめたいな。なんて言うけど。
고마워요고마워요나이가다이나기다이시죠요마음가나이게고마워요시마워谢谢邓少吃送那个兔兔，对，是杨言的。如月 ，attention， 如月台儿的个人曲，角色曲。我以前翻跳过，很喜欢。ちょっと思い出せないけど、あ、もういらない。そんなことも言えないけれど。确实老了，这样。哒哒哒哒哒哒，不会啊！好，欢迎。もうアイドルなんでやめちゃよ。是我。メラメラとさぎり。Day by day。Affleck。这首歌也很好听，阿林阿林，但是我唱不来，所以，哦，这首歌，喜欢一下再切掉。室友在上学呢，是，对，我在宅舞区听到过，怎么这么多二次元歌？来多就多。其实这个时候看一下别人跳的宅舞可能就会好了，但最近我感兴趣的宅舞很少。大家就随便听我放放歌吧，陪我聊聊天吧，也不知道干什么了，不然的话我就一个人待着自闭吧，大家一起自闭总比一个人自闭好，是吧？谁都别逃。哎，能不能 ？Lucky lucky love lucky lucky love， 很嗨哈！但是我换掉。哎，深海少女我是不是会唱？试一下。但是这个是 Bang Dream 的版本。このままどこまでも落ちてゆく誰にも見つけられないのかなどこへ向かい何をすればうっと差し込む光届きそうだけど何もしなかったあれは一体何だどうかな叱ったの嘘つきは誰心外症状まだまだ沈む暗闇の彼方へ閉じつく心外症状だる心光るな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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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来个单唱的，怎么这么多二次元歌？烦死了！一九，搜喜欢一下。Ski Yuki Honky。はい、じゃあ、ね、昨日よな、まじま、好き行き、まじまじく、売れる。ドゥル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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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じまじく。我真喜欢这些萌二曲啊，我真的是无语死。直接一个通宵算出我们就莫依赖怎么想听的想唱的歌没有喜欢的歌变多了呢
前前前世，终于来了一首能唱，但是日文版不是能唱，而且还是元素。夜と目を覚ましたかい。それなのになぜも合わせしないんだい。遅いよと怒る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心かかる押してきたんだよ。君の髪や瞳が胸が痛いよ。同じ時を住み込んで話せたくないよ。遥か昔から渋その声に生まれて初めて何を言えばいい。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器用な笑い方をに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チリチリになったってもも力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始めてみようか。对、元素很快。どっから話すかな。君が眠っていたストーリー何億何五年したんだよ。胸見つすと君も知らなくて算了不唱这个组合的歌无语不想唱哎，不错，有啊，索比，我都翻唱过了。ねえ、思い出のかけらに名前をつけて保存するなら、宝物がぴったりだね。そう。心の料理が2倍になるくらいに過ごしたね。ときめき色の毎日馴染んだ制服と上履き。ほう。くがき明日の入り口に置いて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がなでもね会えたよ素敵な天使に卒業は終わりじゃないこれからも仲間だから一緒の写真たちおそろのキーホルダーいつまでも輝いてるずっとその笑顔ありがとうねえ桜の気持ちをと背丈が伸びたみたい見えないゆく谢谢 ST7 送的灯雨蝶男孩别哭我都忘了这回事了等会儿直接唱得了ついたけどそれでも最後まで歩けたことふわり放課後の夜に
こぼれた音符の羽ふかふか積もるまでこのままでいれたらいいのになでもね触れたよ愛すべき天使にただいまでこの場所は変わらないよメールの受信箱信じたカレンダーはとびきりの夢と気合いくれた音楽にありがとう駅のホーム変わらんの道離れてても同じ空見上げて世に飛んで歌う谢谢甜心小神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でもね、会えたよ。素敵な天使に卒業は終わりじゃない。これからも仲間だから大好きって言うなら大大好きでかいっすよ忘れ物もないよねずっと永遠に一緒だよ天使に触れたよ遇见了天使哟，叫什么歌？男孩别哭 ，QQ 音乐吧的。哎，小爱音响只能连那个 QQ 音乐，它不能自动连接我的网易云，我得打开，自己打开网易云才行，不可以。大手牵连他的药只唱自己会唱他是不是要会员啊要会员我就唱不了哦我是不是之前有声调啊一个灵魂带拥有不屑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真心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在样板逛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慢慢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Boy isolation,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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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When is that? Then there's no way. Don't be afraid, boy, boy, boy isolation.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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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When is that? Then there's no way. Don't be afraid. 果然再唱一遍，这首歌也很难让我爆出口水。其实我觉得这个点看直播的人反而会很多，就是大家准备睡前看一下这个。
差点给我关掉了，换一首歌，继续听我自己的歌。快乐万岁这首歌叫麦哥给，谢谢真是好吃送的52个荧光棒。但又这个很摇，但本邻居呼呼耶耶耶这首歌叫 Who I Am， 我真是不愿再回想。谢谢小静送的一个灯雨贴，我又翻跳这首歌。阿美哥，但是我不唱。阿美哥，阿美哥，阿美哥，阿美哥。这首歌也是足泰的政府晕掉，我开始理解你们说我喜欢足泰编舞的事实了。지병간다다이지どこの目で見たいみたいだけどの赤いが回るのおあげで駆け出したいの足だまでひどくびうおおお昨日わかるのでさわけもいないけどそれでそれでいいのずっと続いてくきっと進んでいるもっと愛している日々を君を一生しずとあー魔女之旅不错，喜欢一下再走掉。也是 juice 抱きしめてよ全世界二次元的歌。出していたのはまた家族のこと綾乃はお姉ちゃんだからみんなのことよろしくね。这首歌得放大一点。唱不了，那听我唱吧。赤レンガの壁、小さな家の中で、ひそひそ話そう、秘密の作戦みたいに、連れてこられた三人のマカダメには、大人に隠してた過去がある。おびた、僕は掛け物だから私は続け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よってバカな色は主人公色いのだから怯えていなくてもいいんだよ面白いこと悩んでもうお姉ちゃん待ってほら見ないで赤いマフラー巻き付けた秘密組織みたい赤で色染めて始めよう小さなヒーローのふりだけどでもまた笑えたら今日家族でいいよ幸せを願おう先になる未来がどれだけ悲しくてもこのことは秘密だよ楽しくて日が沈んだ
谢谢哈真可爱到出 bug 啦，送的十个荧光棒。なった世界は理不尽に甘かる誰かの陰謀みたいに膨らんで消えた愛する人の涙はどな黒くなる狂い出してた気づいたらもう誰にも言えなくてやだやだよ壊れるのは幸せの終わる世界かぐる茜色願い俺以上誰かの未来を壊さないで泣きながらまた考える寝顔したまま茜色それが私なら誰かの未来を救えるから不器用で情けない一人ぼっちの作戦だ。我记得以前听翻唱的时候，这一段有个那个念白，每次都能听哭这首歌。私が消えたあの日の秘密組織はちゃんと笑って暮らせているのかな。きっと私は怒られちゃうな。だけど。えちゃんになれたかな思い出してみようあの好きだった言葉幸せってなんだか不思議明日のこと次になれる我还是不会很唱，不是很会唱这首歌，但是每次到这一段声调的地方，我都很想哭。哦，那酱啊！今天就是想唱歌的一天。很嗨的歌，哈哈哈哈！呼。Who? Saturday night. 就早安少女的歌，不是那么二次元了，但又是很爱豆了，很偶像楚了。我这辈子跟二次元和偶像宅脱不了关系了。So 那个东东真的是满足你那点，只能这次给一点。哦，不是这。这一家那一个。聞いて私本当はモスクワのよブルーライトどこ出かけましょうさたてない太高了我唱不来君が何これ踊れなら振り回して踊りたい他和他穿越银算了这么高穿越一万道年道诶穿越一万光年唯一你就是我的唯一这首应该会吧谁不会啊天谁不会谁傻子唯一王力宏这首歌你应该能听睡着哈祝你生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
是过去的空气。谢谢小蓝罐子的20个荧光吧。歌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一全都被抛弃。这什么鬼歌？最近我无法呼吸，自己的影子都像他。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太不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什么鬼歌？突然变小变慢了，滚红辣椒。东京夏日相会，浦东朋友，阴天，不知道，我随机放的，也不是说华语怀旧，他网易云想怎么给我推，我就是真是听什么，但我有跳过的选择权啊。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大哥哈，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阴沉，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的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吸引了你心那一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缘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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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the free guy。 今天化妆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来
这是绿团最嗨的一首歌。我多的心，我的不会唱。走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的说。多西米米。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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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아래도늘어든늘어든늘어서워대도난데사아오호내로耶耶아무나가시게가그唱完了，下播，下播继续焦虑，也不知道在焦虑什么。复习一下啊，算了别复习，不想复。雨爱，谢谢，真是好吃，送的十个荧光棒。雨爱吧，变废为宝，唱什么呢？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水星记，水星记好像很火。我有没有卸荧光棒？我忘了，卸了吧，就当卸了。水星记。怎么唱来着？好，不会唱，算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一千年你不遇见。哦，之前我们老师想让我们唱不遇见来着啊，但是我只会我那一句分词，算了，别。恋爱高级，那些年很冒险的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吧，那就会唱吗？我每次放歌先想自己会唱吗？管他，管你会不会唱。心开始震动，等你瞳孔学会闪动，拉住只剩下距离，像影子被拉脱。
当爱的故事声听说，不到你单纯的面孔，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情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点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那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点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松开的左手，我摆不回。回唱。不回头。头。谢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点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将落。耶、yeah, 结束结束关直播 yes 拜拜